寒冷的冬季，女生很容易出现手脚冰冷的情况，尤其是在经期的时候，没精神，气色差，小腹痛等等。马珠这个暖暖的玫瑰姜枣茶真的是非常适合冬季。玫瑰花理气养血，橘皮散寒燥湿，龙眼肉补脾养血，枸杞养肝护肤，姜丝温中驱寒，红枣补气养血。都说秋收冬藏，冬藏一定要守护好女人自身的阳气，所以你的手脚、小腹这三个地方一定不能受寒。有的姐妹一到经期就冷得不行，脸色也憔悴了，看起来病怏怏的。姜枣茶食材就是这些，没事可以在家煮起来，一次煮10分钟左右即可。古人有早上吃姜胜过参汤的说法，早上胃气有待生发，吃点姜浑身都变得暖暖的，所以在冬天的早餐中搭配一杯姜枣茶可以驱寒暖宫，好好爱护我们的经期哦。经期好了，气色也差不了。大家经期身体有其他小反应可以打在评论区哦。